你们怎么了？生病了？血吸虫？你才血吸虫病呢！哎，我们呀是怀孕了啊。我们这是上海南生儿育女先。行了行了，跟你开玩笑呢。哎，给人家看看，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好道中，我们正用自己的体温啊，赶紧催芽呢。真的，真的。你们要是能预售高产道，我代表海南老百姓给你们磕头作揖。那你是海南人？啊，我是海南三亚农场的。是吧？哎呦，太巧了，我们。